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向您世界》栏目，我是唐丹。今天还是由我跟张强老师一起为您讲解2017年全国象棋团体锦标赛的对局。这盘对局呢，是由杭州队的特级大师王天一直红对阵上海金外滩队特级大师孙永征。所以你看，这个唐丹在介绍的时候啊，他这个总不忘这个特级大师。对，特级大师是什么概念呢？实际上呢，就是有这个象棋中国象棋协会呢封的这么一称号对，啊。是我们圈内的一个称号。对，实际上在体育局系统呢，这个对运动员称谓呢，主要是国际级运动健将。国际级呢，就是相当于你在全国最优秀，甚至代表国家队呢，去打这个国际比赛呢，有这个好成绩的啊。对。再往下一级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象棋大师。这一级别呢，相当于国家体育总局呢，就是封的这运动员呢，叫运动健运将动级。健将，哎，大家一定记住啊，这个运动健将呢，没有国家级运动健将。如果谁说国家级运动健将了，就说明这个语法呢，或者说说的语言有误，应该只有四个字儿"运动健将"。运但是动大健家将，都知道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呢来评定的对。啊。我们来看啊，就是这个棋中炮，现在呢在高手当中呢，这次出现在给人印象走的反而比较少。对。因为觉得这一路变化呢，这个双方主要是比拼布局了。对，两位也知根知底，所以选当然，择，王天一呢，这个有时候想赢棋的时候，他还是有时候走中炮进三兵的棋啊。对，王天一呢，这次走的是飞象。王天一跟孙永征呢，他们两个呢，这里边也是有故事。刚才这个导演，这个过来呢，问我们，哎，说他们俩下棋之间有没有什么可以聊聊的啊？对。他们两个呢，就是有一年呀，由于有一些这个观点上的不一样啊，在网上打架，网上打架是最后呢，这个王天一呢，弄得有一点恼火，他在网上呢就约架约孙永征，把这说个不行，咱挑俩战，出来任何比赛的形式，咱俩那个下个示范战，啊，对，看到底谁更厉害，谁是真的。这个事儿呢，当然最终呢，孙永征也没有应战，就不了了之了。当然说孙永征跟王天一呢，他出的角度不一样。王天一呢，当时虽然是在北京队，是在我的手下，但是王天一呢，没有进入北京队的这个专业队序列，好，对，所以他相对来讲呢，这个言论呀，或者人身呢，可以更自由发挥一点。王天一是因为少年赛冠军而升的这个象棋大师，对，那是比较早了，因为那对，一年呢，也是王天是，一12岁，啊，12、13岁。就是他十二三对，岁就得过少年赛冠军，他打大师那年可能有14、15岁，对，因为我们正好在陶然亭吧，当时你也小，可能还没顾上问这一事儿，那个他妈妈呢，就是，找我们专业队的人看谁有时间呢，给他辅导一下。但是这个王天一啊，最早是在我们少年队啊，这个待过一段，那个时候我们的队员里边呢有史思源啊，还有这个任刚啊，还有就是说这个下棋的名手吧，就现在还比较活跃的，对，啊，还有其他几位选手都好多都是什么出国了，或者上比较好的大学了。后来呢，这个反正来我们专业队下了几年，主要是张春红那个陪他这个下，然后给他指点指点，就是那个时候。应该说王特大从小这个基本功就打得很好，功底对，扎实，因为他科班出身嘛，当然孙永征的基本功也很好。对，但是他们这个基本功的类型是不一样的。孙永征的这个类型呢，他是对残局的战斗力非常强。他的后半局呢，尤其是没有车的残局，或者说有车对，那种定位残局，我觉得孙永征还是很特长，力量大。对，王天一呢，这个基础好呢，我认为他是对于棋形的这种掌握。棋形的掌握，对。再一个，另外呢，王天一他个人呢，就是说他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呢，他就是比较冷静，啊，如果再往下推一点呢，甚至可以用冷酷来形容他，很冷就是酷，说，他冷静的超越一般的冷静，那就可以叫冷酷，就是说他对，全身心的投入到棋当中，不受其他的因素的这个干扰，啊，这个棋呢，往往能够对这个战术意识呢，非常的敏锐，因为这个人冷静的时候，他就是老去对这个棋啊各种变化啊，他就非常的钻研啊，对，更专心，对，那这个棋双呢，就是，方
双方呢现在是以这个飞象对这个视角炮开局。原来过这个苏永征呢，视角炮应该是挺稳妥的一个开局啊。也不能说稳妥。不，当然是不能说稳妥，就是最近就是黑方是比较流行的一个走法。这句话说的对，是。稳妥的要看什么人用啊。对。那个可能王天一用就比较稳妥，你用就不稳了啊。是。这样呢，就是说，王天一呢就等于走了一个老谱啊。嗯。这个老谱呢是在90年代中后期就出现了啊。对，很早。啊。泡八瓶酒，亮车三步虎。这个动作呢，就是说不给黑方出车，然后再看这边呢见机而动。黑方上马，黑方马八进七，红方兵三进一。这招棋呢也势在必争，因为如果你这会儿上马，那红方就两个马都收支了，对，两头折了，那肯定不甘心啊。对，嗯，这个棋红方呢肯定是容易失先。对，红方呢必须要三七兵呢必须要拱一个，这个是下棋试象棋的常识啊。对，就是对方拱这个了，我要拱这个；你拱那个，我要拱这个。这两边呢总要得一个，因为这个。兵呢是马前卒嘛啊，嗯，也很重要。然后黑方炮八平九，嗯，黑方呢下的也比较积极，嗯、啊，苏永征呢应该说成名比王天一早了很多啊。对，他在这个啊97年、98年，就说的出道水平就很不错了啊。他是95年获得的这个象棋大师，他比王天一出道呢要早啊十好几年。对，王特大这有一阵儿也去读大学了。对，嗯，王天一呢，没有走这专业队的道路。最早呢，我跟他妈妈说，我说你这个孩子下象棋肯定能下出来，嗯，但是能下到说的第几的，还要看他再努力的结果，嗯。但是那个天一妈妈就跟我说，说的我们也很犹豫，到底是选择下棋的路呢，还是选择上学的路呢，就是很纠结。对。但是这个天一的父母呢，他们也都是知识分子啊。嗯，最后呢，帮天一选择的呢还是上学，就是正经去读书。但是无意当中呢，这个王天一呢在上大学期间呢，又重返象棋赛场，那感觉良好，感觉这个他觉得那个棋，因为当时他只是参加北京市一些试赛，这些所谓的业余好手吧，并不困难。那有时候跟蒋川他们较量一下吧，也能够。差不太多，所以也增加了他想回专业这个一试身手的这个信心。当然后来果真这回来呢，就非常厉害。他也没有想到可能他这个棋能就是很快达到全国这个啊等级分第一的这个状态啊。对，这个也令很多人没有想到啊。当然说的，我觉得他跟他从小的基础打得比较好，嗯，另外一个他这个人的特点，心理特点是分不开的，也是一直没有放弃象棋。对，比较刻苦。还有很多人呢说什么王天一是软件，嗯，这个我觉得是空穴来风。这个可能就觉得王天一的棋有时太高了，看不懂。对，然后太高深。嗯，王天一是软件吧？这个因为某某某也像软件，但是某某某我说不准。但是王天一呢，我觉得啊不会是软件。对，因为这个从小呢我就带他，他从小呢11、12岁的时候呢，他对棋的反应就很快。嗯，这个比较擅长于战术组合，这一点呢我还是啊有把握的。少年时期就经常这个，对，少年我们给他下车轮，比如说啊你稍微一放松，啪就让他战术给你袭击了。对，这个你像其他的孩子啊也不错啊，但是就没有他那个那么敏感。嗯，而且王天从小下棋呢，他也不是说特别讲究布局，走的非常的那个棋谱很娴熟，像现在我们很多孩子棋谱背的比大师还熟。对，啊，王天一呢你看他实战当中好多赢棋他也是靠着啊，一个是冷静从容，再一个他是靠你的东西，然后战术上呢走得比较精准，他是以这几个特点为著称。他并不是说靠我们有些棋手背什么棋谱把对方套死，嗯，对，他并不完全是，应该说不太一样，所以他的这个成就呢，确实是，与他这个自身的这个特点是分不开的。对，双方现在这个布局阶段，
这个呢是老谱，就是红方的这种走法呢，为什么没有很流行起来呢？对，这个拍二进二这个棋，一般不是车一平二亮车多一些。对，为什么没有流行呢？因为这个棋呢，就觉得呀，红方啊，占不到什么便宜。对，这个棋最早呢，大家走这个，啊，对黑方也是不像，也不理他，也相当近乎。对，然后有的还平什么的，也没什么大用。这个棋呢，就是这么一个慢慢的下的这么一个棋。后来也觉得这个棋红方走不出什么便宜来，所以说这个棋呢就被大家呢所淡忘。但这个时候呢，王天一突然捡起来了，他可能呢是又有了一个新的这个体会，或者说他即便没觉得这个棋红的有多好，但是最起码他觉得能够与对方呢一试身手。对，他最起码是这种状态。然后孙永征呢不像他抛出剑，他该红的走，红的兵七进一，然后他不下，象三进五。对，黑方呢严阵以待。然后红方这时候也四进五补棋。对，然后黑方呢车平三。车平三呢，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想将来呢，他不愿意直接拱。对。然后呢又觉得知识慢，他先把车出来呢。对。将来也许有些借力。对，这招还挺含蓄的，就是准备我以后对兵以后是不是有马三进二、马三进四。就简单的说，他不愿意这么直接对卒，然后呢想等待一下啊，然后红方就出车了啊，车平四。这个棋呢，就是看起来呢棋局是四平八稳，双方也都没什么毛病。对啊，那黑方这个抓这个机会呢抓的也不错，他想把这个卒子嘛先对开，把两个马都先走活了，因为红方两个马已经活跃了。对，那这个想法呢也是不错的，红方就顺势对平三级对兵拱掉。去打平七，这会儿呢，王天一呢考验了对方一下，他先拱这个，同时隐藏了一个弃子战术。这个棋黑方呢也没敢去吃马，但是可能看他下兵还能把子得回来。退马，红方主要是有这么一招啊，这一打，这个棋太痛苦。对，这个车呢出险地，就正好不能吃兵。啊、你吃的马心六啊，这个棋、这个、得了车呢，还是红方很厉害。对，吃了两个车呢，那车还得再回到边上去，回边上那、啊、那怎么都能得了，车八进八，炮九进四啊。对，这个车还可以随时二鬼拍门。嗯，那这个过河兵很大，这不能轻易让人家冲下来。对，所以这个棋他肯定不能吃马，吃兵是对的。所以他就车七平三，对，吃兵，然后红方马七进六。对，王天一呢，他一般下棋他不爱走瞎绕的棋。你看他走的棋呢，他往往是对你啊对手有威胁，他这个子力他走得比较通畅啊。对，他不像有的棋手这个棋啊吃象棋特别能绕，然后他不是十四进五补一手，不是呢也可以。这会儿王天一呢走炮二平三啊，就针对对方这个闷弓呢就是做一些文章，总是有这个车四进八的手段。这个孙永征呢本来应该说也是很有实力的啊。这个孙永征呢最早呢在少体校的时候呢，他的老师呢是葛一普，啊，葛一普呢这个之后呢到上海队，应该说也经常得到胡荣华老师的指点啊。对，而且上海队呢是历史上的强队啊，这个应该说呢这个环境和氛围对孙永征的成长呢应该说也非常好。那么孙永征呢是在2011年呢终于呢这个取得了个人赛的这个冠军啊。对，他现在是基本上大满贯的一个棋手吧，个人赛冠军，他没有团体赛，他没有得过世界冠军啊、哦、除了世界杯的这个冠军。对，王天一呢是在2012年得到全国冠军、啊、对，这个王天一呢得冠军呢也是比较神速，因为他确实的那个综合的水准呢还是比较高啊。而且他不同于这些在专业队这个成长起来的这些啊棋手，因为他呢通过自己对棋的这种认识啊，居三平七。对，我们来看实战，挡住。三平七先守一招。然后接下来啊，红方居八进六。红方居八进六。就是这个棋呢，实际上双方呢，是在一个平稳的局面下呢，啊，再去缠斗。对，六个大子一个子没有对。看起来呢风平浪静，实际上呢是暗流汹涌。对啊，并不是说的啊这个棋很简单几下就玩好了、那玩好了就谁也输不了了。对啊，双方这个
阵型看着都打开了这局面。实际上呢，这里边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啊学问在里边，值得呢仔细呢推敲。车八平六，仔细研究。嗯，马三进四，车八平六，就走到这儿，就到了一个棋局最关键的时候。对，就是双方呢，应该说布局基本上平先。嗯，进入到中局以后呢，这个棋黑方该怎么走，怎么接红方这个攻招？对。但实战当中呢，由于这个孙永贞啊，没有处理好，啊，这个棋局呢就向一些不利的地方发展了。那么这个棋，黑方应该走什么是正确的呢？而双方实战呢，又是如何进行的呢？我们稍后呢，即将为大家呢继续讲解。好，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两位黑大师的精彩的对攻战。啊，走到这儿呢，这个棋啊，等于双方是子力呢接触比较啊紧了。对。也可以说呢，到了这个中局关键的这个战斗。嗯、实战当中呢，黑方走了个车三进六。对，点车准备是准备。这招棋呢是想发力，但是实际上呢，嗯、被红方呢抢先这个动手呢，黑方这个形势呢反而呢不是特别有利。对，从实战最终的效果来看呢，黑方这个时候应该先走卒九进一，准备这个威胁打死车。如果你走炮九平六，我就车得进四，我再来一个车。对，啊，如果你按实战点这个车的话，对，准备车六退一赤马。啊，嗯，我就车得进四再保住，还是可以保住。对对对，嗯。那如果咱这个交换，这交换什么？交换呢，我就把你打掉。如果你进车对车。对局，黑方可以在车三平四对啊、哦，这个地方你不能对我，嗯、对我马六进四，那我占优了。你也不能让我对了，对让我对了以后，你这个位置你也这不对了。嗯、但是走这个棋呢，恰好这没事儿，啊，这个棋呢应该说是双方的这个基本上均势啊、嗯，红方略好一点，但黑方呢应付起来呢还是问题不大的。嗯，那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作为红方来讲呢，这个。也很难呢，进一步呢，啊，随随便便就这种扩大战果。对，但是卒九进一还挺有针对性。对，因为他是打死车是一个绝对先手。那车三进六可能是缓了一些。对，结果被红方呢这个时候再点车，先点车四进八，下步棋最主要比较痛苦啊，他要车六退一吃这个马。这还挺难受的这个棋。那你车三退二也就是不肯。人家炮九平六还是可以。对你这个再退车呢，你等于白走一步棋。对。啊。他从情感上也不愿意接受，直接这个马七进八。对，这个棋呢，就是作为红方呢，你觉得要是跟你走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样的走法呢？我觉得红方实战也挺好，就直接就是马六进四跳进来，这又蹬着中象，然后车又吃着马，感觉这个挺有先手的。对，其实呢，这个棋啊，黑方不是很有很大的压力。对，红方呢比较简单呢，也可以考虑直接打一个象，就先转个象。对，然后车六退一把这马吃掉，嗯，这个棋红方呢也可以稳持这种优势啊，多象嘛就简单占优了。对，但王廷一呢，该说黑方一直这个压力挺大的这局面。王廷一呢还是想把这个棋局呢走得更加复杂化一点。对，但是走到这儿呢，黑方可以考虑走马四进二，因为你这个灯啊，它将来老有炮九平六，当然黑方也可以先对个车什么的啊，就是这个中马可能会有这危险险地。当然这个。孙永征呢，就是跟王天一这个下棋，他可能不愿意走太风险，对，所以他还是希望呢，通过这种严阵以待呢，不给红方更多的进攻机会啊。他说，所以选择了马四退六，那红方退车就吃掉，这接受这个换子，嗯，象五进三，马八退六，嗯，红方呢就把这个中卒砍掉，这样红方获得了一个中卒。但抓住这个机会呢，等于黑方呢也强硬的把红方底象呢吃掉。如果你吃马，他可以车三退二，对，得回来。你打边兵，他把你这个马吃掉。嗯。但是红方呢可以这么下，红方在马四进二，黑方在炮九平八，啊，形成红方呢这个啊多兵少象，红方略优的这个局面啊。但是王天一呢，可能觉得这个还是要啊有更大的这个先手吧，他就先打这个了。那黑方也就马六退八，对，嗯，红方车五平八，车五平八，他准备底线制造一些攻势，
黑方呢觉得这底车呢也没有用，所以他退回底线，嗯，来这个护住这个自己的右翼也是可以的。对。那么走到这儿呢，按照正常的思维呢，就是红方可以考虑走马四将，把他这个马压住，将来呢，比如再挑这个马，或者再回将再拱红兵，反正总之呢，我是压着你打。这样红方的子力位置很好。红方这儿的好处呢，就是说可以呢，稳占一点优势。对。但他实战当中呢，他是走的兵五进一，这有点冒险啊，这棋。这招是棋兵五进一呢，就是说看来他对局面估计比较乐观。嗯。但实战当中呢，这个孙永征呢也没有走这马花进九，也是让我们一直看不懂哈。嗯。就是黑方呢，这个马跳出来呢是一种常识性的理念。这个马在这个家里这个防守啊，也是对，它是快速的，然后它马九进八呢，要抓紧投入战斗，对，是有作用的。这蹬着象又有马九进八，两步棋没办法去防了。而实战当中呢，黑方没有走这个呢，他走了一个马八进七，他先走了卒九进一。对，他就是看自己少兵了，少太多了，这个先护住自己的边卒。然后黑方是有点缓啊，然后他走了个，他走了一个这个车八退一，哦，他可能以后这个九路炮会站中炮，或者是炮九平二，嗯，然后他马八进七，对，这种想法让他跳马，红方兵五进一，嗯，红方兵五进一，嗯，这样子，张，就是，你看这个马可能就是不如刚才那样的，这个棋的特点呢，就等于是红方呢，嗯，现在是这样绝对的先手了，黑方的反击能力呢不足啊，嗯。他又走了一个炮四平一，他想把三路车动动，嗯，那红方炮九平二，嗯，黑方有车三进三啊，捉。这个地方呢，这个红方呢是直接回的炮，实际上可能先下底炮效果会更好。啊，先下，那他是不是还得落个象？落象，红方再把二路炮推回来，这儿红方是一个先手，等于让你多退了招象，嗯，啊，那他直接推炮也是红方略优。黑方炮一平三，嗯，嗯，走力。平三的目的呢，就是想将来这个三路车有闪击啊。对，现在就直接吃车。对，车三平二，啊。因为这是一个奔攻，这个叫闪击。红方呢，走直势，就是先把他这个闪击化掉。嗯。然后黑方这时候卒九进一。嗯，这步棋呢也是必要的。对。因为黑方呢，暂时呢也不好开展。他是不是想以后这个炮九进二先拉住这个红方这个？不是，因为黑方现在其他子弟他不好动了 啊。对。他觉得呢，从这边线突破呢，他的马七进八九进八呀，啊，他走当头炮。对，然后他卒六进一，然后他又拱。现在变成抢速度的一个棋了。嗯，双方这个。然后红方这时候又兵五平六。对。然后黑方卒九平八。这个棋就是说，如果你蹬的话。对，他可能有马七进九，嗯，啊，这个子力呢向里边渗透的这个机会啊，对，所以红方先走兵五平六，嗯，也是加强这个攻势。接了黑方走卒九平八，对，然后红方兵六进一冲，黑方车三进三啊，嗯，接下来呢红方走了一个炮五退一，对他推炮，对。也是想马三进五赶紧跳上来，对，这个棋啊就说的等于黑方呢，嗯，就是接连呢这个出现了失误，对，啊，他这会儿他先走了一个将五平四，对，他这个是不是一直担心黑红方这个兵六平五啊，或者说是兵六进一下去，其实这个棋啊黑方隐患，黑方也管不了那么许多了，或者马四进五蹬象这种棋，蹬象现在蹬不了啊，对，蹬象吃着这个马，你蹬了以后，那你这个我压马什么的，你这个你的后方也不稳。对，是这样，啊。这个棋呢，就是黑方应该考虑呢去采取对攻哈，啊，或者说先攻守兼备吧。对，先把这个底炮退回来。炮三退二啊，防守一步，啊，不给这个红方更多的机会。嗯。但实战当中呢，他还走了一步出将。这个王天一啊，应该说跟这个孙永征啊，这两个人风格还是确实不太一样啊。对，这个王天一呢，就是说的最近呢，这个战绩当然说是更加出色了，嗯，啊，并且呢，这个年龄也是正当打哈，啊，这个状态呢，应该说是非常神勇，嗯。那么去年呢，包括前年，这个
很多个这个比较大赛的这个冠军呢，王天一都是拿到了，就是他拿的冠军数明显要比一般的这个冠军特大呢要多一些啊。对，并且雄居在这个等级分的这个榜首啊。那么王天一的特点呢，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说他还是比较全面的啊，并且呢他对骑的这种啊执着追求，就是说他不肯轻易跟你上马甘休，这个也是一个特点，就是能缠，在缠斗当中呢往往体现出这个功夫。就是这个局面呢，这个孙永征呢实际上这盘输的呢，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马八进九，没有处理好，应该迅速跃马反击，形势不错，还有一个呢对攻的机会，还有一个呢他就是炮三推二，这个地方应该走炮三推二，这时候应该先守一步，对，如果你走兵六平五，他再走炮六进二，这也可以，对啊，或者他走车三平四，你撞他就把老件出来，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也很难说。而实战当中呢，黑方走将五平四，我们他这也是想要这个防御，但是这个老将出来总是有些威胁。对，这个棋出老将啊，因为可能想到这个当时的时间比较紧了，另外双方团体赛啊，压力也比较大。对，当时王天一代表这个杭州队呢，如果这盘棋要是这场棋如果取胜的话呢，有可能向前六名的迈进。对，这个孙永征呢，这个代表的上海队呢，这盘棋呢，也是争取这不丢，因为更好的成绩呢，更有利于他们最终呢获得前十五名的那个全运会的这个资格。对，所以说这盘棋呢也成为了焦点，其他几台棋都相继告和啊。这是对，这是他们这场最关键的一盘。对，走到这儿呢，他一出将，那么王天一看机会来了，他就马上往上跳。对，啊，黑方这个棋呢又是忙中出手，他本以为这个地方呢有棋，实际上黑方这个棋如果要看不出棋来，就应该索性马进九放马一波，对，或者说防御也应该退，先退一步，退一步防啊，那也是比这个实战要好了很多啊。对，实战当中呢，黑方走什么呢？黑方呢炮九进二防守，哎，忙中出错，他以为能拉住对方呢，结果让红方正好有一个马五进马五进六一登车，这车很尴尬，这个车不敢横着走，横着走这边。防线啊守不住了，对，只能够前进啊，进两进三都一样。对，然后红方呢六路兵抓住时机一进，正好有一个弃兵的一个手段，现在马六进七一招蹬死，啊，对，那你也不能逃炮他底下一将，你颠炮他再还是马六进七将就将死了，或者他先进也行，这个都可以。对啊，他当然还得将，再带着将走好，更好，所以他这只能吃兵，只能吃，嗯，然后最后一招棋，红方就是很简单，一步车八进二贴炮。对，这本来是担子炮还好一点，黑方呢就认负了。为什么他下不动了？因为他马六进七一登将，除了吃炮叫将以外，他还是连杀。对，你就得弃车了，弃车肯定杀不动。对，啊，这炮也躲也躲不了，这吃着是躲他车八平六一将，马六进七就剁死了。对，所以这个棋啊，孙永征应该说可能输的。是这个心理过于紧张，对，再加上时间过于紧张，对，最后两步棋这也是忙中出错。所以说这个高手之间啊，有时候这个较量起来啊，往往就差这么一点儿，对，就看谁犯最后一个致命的这个错误。当然呢，你是否走得积极，能给对方呢啊更多的这个压力和包袱，这个也是你的水平。但这盘棋双方中局下的还是比较精彩的，这个一度呢，就是说双方呢一会儿他好，一会儿他好。总的来说是红的呢整体上占有更多的主动，但是黑方也有反击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孙永征这盘棋可能输的呢还是有点冤，特别是最后两步棋可能忽略了本身还是很复杂的一个局面，哎，下兵的这个巧妙的战术手段。对，那好，那有关这个全国团体赛以及这个全运会啊预选赛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呢介绍到这里，也感谢您哈，啊，对象棋比赛还有我们这个栏目的这个关心和支持。好，朋友们再见。好，再见。